大家好，我是峰，我们今天又回来 22W13A 的世界哦。那经过线下的一些测试哦，我终于发现为什么不会生成这个蛙等的原因哦。那我们先去把这个蛙等生成的这个材料哦，先回收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先回收。接着我们要重回这个蛙等的巢穴哦，我们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蛙等不会因为这样触发条件而被生成咯。好咯，那蛙等巢穴我这边有做一个传送门哦，可以方便我们之后可以进出哦。那这个下去可以直接到蛙等巢穴哦，我们直接下去。好，那这附近的应该都被我挖完了，我们去找一个前面，我记得前面还有。好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一个，你看哦，那边有两个哦，我们一样制造声响来。哦，你有发现吗？哦，其实是会召唤的哦。我们先把这个，来，我们插个火把给大家看一下。有发现吗？其实蛙等还是会召唤哦，所以我等一下试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先到上面那个地方，到这里。好，我们这边呢，本来也有一个这个尖啸器哦，我们在这里再把尖啸器放回去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试给大家看哦。我们把尖啸器放回去，然后一样制造声响。我们会发现它不会召唤，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福林尖啸器只要被玩家挖完之后，重新放置，它是没有办法召唤蛙等的哈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内容主要是告诉大家，这个尖啸器如果发现的话，不要再把它挖回家了哈，挖回家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生成蛙等喽。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加小铃铛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